花莲县政府规定要迎接暑假的来到，特别甲高雄电器来联合推出趣味的农村体验旅游行程。这内容是相当的精彩甲丰富，要过来参与的旅游民众会当感受到花莲的人文风情，也当深入了解花莲的文化。现在县长李正勇嘛伫咧活动进行，特别伫清明大厅来举办记者会，要邀请全国各地民众暑假来花莲佚佗。昆林馆长李总伫大湾公的蔡炳顶馆，将昆林古坑拿来后背北港口顶地特产拢扛起哩，比如大家透心凉，也透过一碗昆林八宝冰，邀请大家暑假来昆林佚佗，体验农村旅游行程。农村的景色吼，这是都市人吼，你无可能去享受到的物件。农村本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光的所在。第二就是阮在地的产业吼，阮二十乡镇市。包括山，包括平原，包括海墘啊，拢有伊特色的产业，会当予你来做体验就对了吼。第三就是讲吼，阮在地的文化甲艺术吼，结合着阮的这产业，其实咧有非常精彩的这亮点。李总表示，昆林是全台湾上重要的农产基地，加上这几年在本土以及文创工作者积极发展特色，让昆林的生活越来越精彩。这个文化处透过一项小农以及社区的力量，规划了十条旅游路线。我们所有的资讯，除了我们印制的 DM 的那个宣传品，都在各个旅游中心都有供应外，我们也在我们的网站上哈公布这些讯息。只要我们全国乡亲大家有兴趣的，透过这个网站，你可以。透过那个电话去报名。这十条路线其中，水南乡有一家在地小农店家，也扩大旗下邻近乡镇的民宿业者，推出水南北港这有的旅游行程，并且透过这 QR code 将手中的地图和手机结合，让这段旅行更加趣味。地图就直接显示出来，然后不需要有那个叫什么导览人啊，或者是谁带，他自己可以开车按着地图来到这个地方。八号会有一个稻田的音乐会。然后会有稻草的一些艺术的装饰，然后隔天九号就会到那个我那边会有一个农村的体验，然后包括抓泥鳅。那来用乌头川也叫伊有到专业导游带你进入社区。那个乌头是在浊水溪旁边，我们如果说安排一日游，我们可以到水利博物馆，还有我们浊水发电厂，还有我们的可以体验。采芋头跟种芋头。文化处表示，昆林农村特色真值得大家来佚佗，尤其对小朋友来讲是真难忘的体验。县府所推动的十条路线，所有的内容拢伫县内旅游中心会当了解，也是到网络查询。记者的三差不多。